表格里面如何自定义快捷键，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功能合并单元格，通常呢我们用鼠标选中，然后呢再去点合并居中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合并居中有没有快捷键呢？它本身是没有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定义呢？有啊，方法比较特殊，注意看。我们首先找到你想要这个自定义快捷键的功能啊，鼠标放到上面去，然后鼠标右键，然后选择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里面，点一下它就到这了。那这是以合并单元格为例。那如果说你要快速插入图片的话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图片，然后呢这个功能这个按钮鼠标右键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里面。那这个怎么用呢？注意看，我们可以按键盘上的 Alt 键，按了以后呢它上方会显示数字，也就是说当我们按 Alt 加上对应的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就会调出这个功能。比如说合并单元格，我们选中单元格，然后呢去按 Alt 加5，它就是合并单元格，看见没？比如这个我们按 Alt 加5它解除合并单元格，再按一次就合并单元格。如果我们是按 Alt 加6，它就是直接插入图片了啊，蹦出来了，对吧？学会了吗？点个赞了。